我朋友的剧组需要一个演员，我觉得你挺合适的。如果你想挣钱的话，我也可以把你介绍给他们。工资当天能结吗？有我在，你放心。行。 看着都疼，假的，伤不到人就是打完有点红，假的，那你得往深了打，你不然不够真实是不是？你这种戏，你不刺激他一下的话，他没法把自己的真实情感流露出来。烫死了他啊！来，打针去啊，争取一条过。好嘞，你这种戏一条怎么行？你得多角度拍，你知道吗？不然你怎么去表达出一个人物的内心挣扎与痛苦？还是性格专业，都听你的。